人年轻的时候啊，总是喜欢追求华丽的外表，后来呢，却喜欢丰富的内涵。今天这台格瑞亚呀，就用它最朴实无华的外表来满足你对内在的完美幻想。全车的纳帕皮包覆，让车身的内在啊质感满满。帝王蓝加赭石棕的配色也是低调而奢华。桃木方向盘一握，水晶挡把一提，风雨皆从身后过，才从四面八方来。12.3寸的超大屏幕，通风加热，主副驾驶的电动调节，还有加宽加厚的靠背海绵。你看顶棚拉手、出风口、升窗按键，还有中控面板这些啊，我们都给它做了大量的碳纤装饰，这样才更显运动时尚。这里呢还有一个超大容量的压缩机冰箱，这样的驾驶舱才叫满配嘛！打开中门，迎宾灯带一照，伸手就能触碰到夜空中最亮的星，真是披星戴月，金碧辉煌。实心铝地板，好看又耐磨。15.6寸的4G 电视，再搭配起我们的多功能小桌板，在悠闲的躺在航空座椅上面，打开我们的零重力模式，悠闲的看个电影、喝个茶，就这，你还找不到人生奋斗的意义吗？再到了我们的夜晚，氛围灯一开，星空顶一闪，如花顶灯一亮，这美轮美奂的灯光秀啊，你就说够不够哇塞吧？怎么样啊，这台内饰拉满的格瑞亚，你喜欢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